师傅啦，我们的梁颖先议员，欢迎我们的议员啊。这是有故事的啦，他说他认识我阿公哦，所以你看他年纪多少了啊，对，那里啊，那里不然啊，年轻的律师，你做那议员，他在这个今天贵宾，有那议员来电台，妈妈啦，欢迎来，还有那几个职工的。Thank you.